来，那我们就开始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投资马来西亚房地产该注意什么？哦，还是没看到你呢。你看到我吗？哦，有了有了。哎，有了吧？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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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今天我们主题是投资马来西亚房地产该注意什么？好，那我们这边是第二家园交流中心。那今天主要我们的讲师呢，是我们第二家园国际地产的讲师，哦，他是林于晨。好，嗨，那大家好。大家有看到林于晨吗？OK，好，那林于晨他本身呢，哈，除了是我们第二家园国际讲地产讲师之外，他也是《经济日报》还有《苹果日报》的专栏作者。那待会我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他哦，关于马来西亚房地产，我们台湾人应该要注意哪些重点哦？待会会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他。好，那我们就请阿成哦，阿成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Hello，我们第二家人交流中心的观众，大家晚上好。那我姓林，我叫于晨。那跟大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自己本身是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人，然后就不小心娶了一个台湾太太这样子，然后就凑巧的就留在台湾这边工作。哎，我分享一下一个画面给大家好了，就是我的一个自我介绍，简单的一个 PPT，然后大家可以有看到吗？应该有看到，那我这边有姓林，我叫于晨，那大家可以叫 Nelson 或者可以叫阿晨。那我自己本身是马来西亚人，那我老婆是台湾人啦，对。然后我自己本身，假设说大家有在 Google 的话，那你 Google 我的名字，那你会发现说我不管是在经济日报、东森、苹果都有不少我来介绍马来西亚吉隆坡、槟城的新闻这样子。那我自己本身之前是有在前三年啦，都有在槟城大学有去开课这样子，就当他们的客座讲师。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就今天很高兴哦，可以跟阿飞在这边一起来讨论，看大家对马来西亚的一些投资上的看法，或者是哪些要注意的地方，这样子。好，谢谢阿飞。好，那我们谢谢阿成哦。好，那我相信，因为我们今天开的是 Run 的直播，然后还有脸书上也有直播。那如果大家都有在看的话哦，大家也帮我按个赞哦。如果说你有想要什么问什么阿成什么问题，比如说房地产的一些问题，你都可以直接跟我们留言告诉我们说你想问什么问题，待会阿成都会在线上直接帮你做解答。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下那个应该说时事的分享好了，因为我知道阿成他现在在马来西亚，对吗？想说可不可以了解一下马来西亚目前这个行动管制的这个状况大概是怎么样？马来西亚现在行动管制，大家知道，马来西亚现在的行动管制大概走到现在已经快1个半月了。那目前会总共管制2个月左右的时间。哎，我的小孩进来了，他刚洗好澡，会有一些哭声这样子。然后马来西亚这边的行动管制现在大概是会1个半月嘛，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碰到比较特别的原因是，哎，马来西亚的疫情其实从大概3月初开始才开始的，有比较爆开来的感觉嘛。那台湾的疫情控制上算是做得比较好，这样子。哎，阿飞，你针对疫情行动管制的部分，你有哪些想要了解的地方吗？因为我很好奇，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台湾其实大家都还可以正常出入上班啊，或是出去买东西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其实，在台湾感觉来讲比较很幸福啦。但是我也有看很多国外的情况，包括说像马来西亚的行动管制令，其实是有一些限制的。那我不知道这些限制到底是非常严格还是怎么样子。哦，马来西亚的行动管制令在这边其实算是蛮严格的。然后它这边有去做几项比较特别的规范啦，像你去出门的时候啊，你车上如果你没有特殊的理由，你的车上只能有一个人。然后不管你是去像卖场本身，他们也会去管控，他不会让你就两两下车去搭配买东西这样子。对，所以你会发现说前段时间新闻不是有在报嘛，就是马来西亚现在规定只有一家之主或者说一个人才能出门嘛，所以变成说很多先生。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会迷茫，因为分不清无锅鱼跟鳕鱼到底还有什么菜啊、姜啊、葱啊、蒜啊，到底有哪些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行动管制令上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这样子。所以你有自己出去买东西过吗？买不到你老婆要的东西吗？我在家一直以来都是那个去负责买东西跟煮饭的人哦，所以基本上都是我去找到食物这样子。OK， 很好很好。好，那前面刚开头就先跟大家聊一下那目前马来西亚行动管制的状况。那我们现在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投资马来西亚房地产应该要注意什么？那因为阿成在这个马来西亚房地产这边，他其实已经算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人物，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投资马来西亚房地产，是不是应该要先问一下阿成的意见？好，那今天我就想要问一下阿成，因为之前阿成我知道他之前都是在台湾嘛，在台湾待过一段时间，会想要回到马来西亚？回到马来西亚，我觉得其实像我自己本身这一段时间啦，我其实是从2009年就来到台湾住嘛，然后那时候前面四年是在台湾念大学，然后毕业之后就加入台湾上市柜的房仲公司有去服务工作嘛。那其实大概到这个阶段其实刚好了，其实一切都是缘分，就小朋友刚好差不多快出生了，那小朋友出生之际啦，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其实有考量很多问题，就包含说小朋友未来就学的问题啊，包含说我们未来工作的一些问题等等，或者说整体的发展的环境，所以我才有想说就是回到马来西亚这边来去让小朋友出生然后在这边长大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 OK， 那个假设说你小朋友在马来西亚出生，他有什么地方不太一样跟台湾来比的话？不太一样哦，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你分好几段来讲，因为我其实你问的问题蛮多的，朋友有问过我这个问题的，然后其实就会变成说怎么讲，因为很多朋友问法是这样子，就有跟我讲说阿成，其实像台湾的医疗很好，那你怎么不会想说让小朋友在台湾就出生？我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哦，其实光比较医疗就软体的部分来讲，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医疗是真的很好，包含说费用部分也很便宜，可是像我自己有去看它整体的部分，其实马来西亚它本身第一在医疗方面来讲，它其实不会输台湾太多，算是蛮平均的一个地方这样子。然后像马来西亚很多医院，包含它有去被什么很多那种奖项列为嘛，什么世界最佳医疗旅游地啊，或者说全东南亚医疗技术最好的地方这样子，马来西亚其实算是常常榜上有名。然后后来我去比较过费用哦，像在台湾生小孩，其实因为有健保给付，虽然便宜，可是台湾其实你去住医院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住完的医院的那个钱。像我住士林区嘛，然后士林就家很靠近星光医院，星光医院最便宜的单人房，它一个晚上大概也要6000块台币，然后贵的大概一天要20000块台币。然后我去马来西亚，这样三天两夜下来，我住的是 VIP 的单人房，这样三天两夜下来是4000块马币，折台币大概不到3万块。所以其实相比较之下，前面的这个钱就有些省下来。然后我后来还有考量到香港，因为你知道我常飞香港嘛，我去看香港生小孩的那个钱。香港住完一套医院下来的那个费用要7万块港币，28万块台币，所以光生小孩这个费用香港就超贵了。然后再来的部分是我考量到第二点的东西是月子中心的钱。我在马来西亚我月子中心来讲，我老婆住28天，就是也是 VIP 房，就是单人，然后老公可以陪的那一种。在马来西亚住一整套下来大概9000块马币，还不到9000，在8000多块马币而已，折台币大概7万块上下吧。可是我在台湾的月子中心看，你知道台湾的月子中心多贵吗？台湾的月子中心我看一个月住下来大概12万起，12万还是那种比较烂的，大概12到15万，所以我发现看这样子费用就差出来了。然后撇开掉前面的这些问题，你看后面像包含说，因为我来到台湾，我其实发现说大部分台湾的朋友的语言能力相较之下会比较没那么好。所以我这边其实有希望说像小朋友在从小就是在一个多元文化语言的环境下去有那个环境，你的语言能力才能去进步啦。所以我就想说那这样小朋友出生了就回到马来西亚这边来去生，就是让他在这个环境去学习跟成长。你如果要问我更远的东西，像包含说我觉得台湾的现行的发展其实对我们阿飞你今年几岁？应该30左右嘛，对不对？差不多。我觉得台湾现在的状况其实对我们这个年纪的
的七年级生、八年级生不算太友善，就是他的整个就业市场的氛围来讲，所以我觉得说，嗯，那可能换一个地方再过去看看会不会比较好这样子。哦，是还不错啦。OK， 其实我觉得像你刚刚讲完，其实我真的觉得，哎，真的很不错呢。好，那哎，阿成，你现在是住在槟城还是住在吉隆坡啊？我现在小朋友出生嘛，所以我就先回槟城这边来去住这样子。对，我那时候住槟城主要是因为靠近家里啊，就是我们家在我爸妈是住槟城嘛，然后我如果在槟城住的话来讲，就是有人可以帮我去照顾一下我的小朋友。然后我觉得槟城的整个阳光、空气、水算是结合的比较不错的一个城市，所以它这边相比较之下不会有像我在台湾其实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住市区，我之前租房子的时候我租过大安区，然后我有租过芦洲，然后我住士林，我现在是搬到天母附近这样子。我之前住在市区的时候，我发现说市区的空气其实没那么好，尤其是像冬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台湾其实的空气都是雾茫茫一片嘛，所以我才想说，哎，因为我自己本身有鼻过敏，那我不晓得小朋友会怎么样，所以我才想说，哎，那我虽然小朋友出生的 这段期间，我就先回到槟城来去居住这样子，就是让小朋友去适应一下说整个环境。对 ，OK。哎，那你我记得你在吉隆坡，你是不是也有房子啊？你怎么不在吉隆坡那边生就好？吉隆坡，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啦，因为以吉隆坡的状况来讲，你听到小朋友现在哭的声多么的有力，多么的澎湃，多么的激昂，对啊。像我觉得吉隆坡的问题是这样子哦，其实像以我们在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去考量说你是要自己去住，还是你要去投资，或者说你喜欢怎么样的一个环境。那就我自己目前的考量而已，因为小朋友来讲的话，我希望说有人可以帮我去照顾。那以照顾的前提来讲，就是要有人嘛。那我的父母在槟城比较多的时，他们在槟城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在槟城就是有人可以帮我顾这样子。那我觉得吉隆坡不是不好，我觉得吉隆坡未来我的考量是，可能小朋友再长大一点点，那如果我到时候赚了很多钱，或者说中彩票，那我可能会去选像吉隆坡的国际学校让他去念。啊，如果是预算上的考量，可能到时候没有中彩票，那我可能就会留在槟城去念学校这样子给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之前啊，台北像我们很多人台湾的朋友其实都会问说，哎，他们想要投资，假设今天是吉隆坡或者是槟城的话，那他们会不知道说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那你可不可以大概说明一下，就这两个之间，你觉得比较重要不一样的地方？我来到台湾啊，我觉得台湾这边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台湾的，在台湾房地产的部分来讲，像以台湾的在推马来西亚的海外房地产来讲，大部分台湾人最熟悉的城市其实不见得会是吉隆坡，其实大部分大家熟悉的 ranking 可能要么是吉隆坡新山，再到马六甲才会到槟城，它其实会比较好玩。你会发现说，像以吉隆坡来讲，当然因为它是首都嘛，它很多发展的机会、发展的潜力跟很多重大型的建设，像东南亚金融中心啊，像大马城啊，像龙兴高铁啊，甚至像双子星。那以新山来讲，新山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靠近新加坡，可能有新加坡的题材来去吸引人家，而且新山很多的建商，会跑出海外的都是像那种大陆比较有名的建商，像可能碧桂园啊、富丽公主、富丽之类的等等。所以这两个城市大家会比较熟悉啦。以马六甲来讲，因为台湾有间上市柜的，哎，我不确定亚星有没有上市，就他上台湾的一间很大的建商，就亚星。他们也是有在马六甲有买一块地来去盖房子这样子，所以台湾人对这几个城市会比较熟悉啦。那槟城的部分，其实是比较少人在做推广。那其实以槟城来讲，它算是整个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城嘛，包含说以人口密度来讲，包含说人均收入，包含说整体的一个环境的平底性，甚至像槟城，它不管是治安跟清洁，它都排在全马来西亚的第一名。所以你如果问我说这两个城市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别的话，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台湾的大部分的人可能来马来西亚自产，主要的目的是投资，所以大家会比较认识跟清楚知道说吉隆坡这个城市会比较熟悉嘛。可是其实像以槟城来讲会有点不太一样，像我从去年七月开始我去香港，我去蛮多次，
然后我后来原本啊，我因为我在台湾待久了，我以为可能香港人来买可能会以也是吉隆坡为主这样子。可是我后来发现说，香港人去的比例来讲，反而槟城是最多的。他们其实考量到的部分是槟城的华人比例比较高，然后以生活的素质跟环境来讲，槟城相比较之下其实也不会输给吉隆坡。所以而且成本来讲，槟城的物价的水平，包含说房价的部分是大概是吉隆坡的七折左右，所以才会有很多香港，因为香港人过来大部分有一半啊，我觉得有是考量自己住为主。那台湾的朋友来过来是考量投资来讲，投资为主啦。所以我这边如果对台湾的朋友来讲，这两边哪边比较不同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大部分台湾朋友假设说是以纯投资作为导向的目的来讲的话，可能会往吉隆坡去看。那可能有考量到第二家人自住或者是其他的部分来讲，就会建议往槟城去看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因为怎么讲，东西不是那么的绝对嘛，所以你要把很多东西再抽丝剥茧再去拆开来去看。因为我觉得说像以吉隆坡来讲，就连吉隆坡很好，可是不是所有吉隆坡的案子都适合做投资。那槟城它虽然是自住性很强，可是也不是所有案件在槟城都是自住考量，或者说比较适合自住不适合投资。所以我觉得要分的比较细，要去看各个案子各个区块的条件不同，然后再去做你的考量跟决策这样子。哦，那像刚刚其实我刚刚听完你刚讲，其实感觉上来讲，其实要考量的地方真的还蛮多的哈。那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看的，大家台湾的朋友们，如果像刚才阿神讲到说，哦，比如说吉隆坡的优点，或者是槟城优点，或者是任何你想要再问的更了解详细的话，其实你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哦，问一下比较仔细的问题。好，那现在我还想要问另外一个比较稍微难一点点的问题啦。很多人在问说，今天哦，如果我要去马来西亚买房子的话，像我们台湾人，可能我们自己都会想说，我们可能要买在边间，要有太阳晒的地方嘛，或者是什么方位，坐南朝北这种类似这种问题。那在马来西亚买房子的话，你觉得这些都 观念适合在马来西亚用吗？那我觉得台湾人其实来马来西亚投资来讲，或者说买房子，都会陷入一个迷思，就觉得说啊，我在台湾，我就是喜欢朝南的房子，像阿飞一样的朝南，或者说我喜欢边间三面采光的房子，嗯。然后其实像以马来西亚的发展的轨迹跟台湾有一点不太一样，台湾在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台湾的大部分的公寓来讲，或者是旧，先讲台湾的整体状况，台湾算是发展的比较早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会发现说台湾早期高度发展的地方的房子都比较矮嘛，或者说住屋来讲比较单纯，所以台湾的城市化算是走的比较早，所以台湾相对来说它很多住宅早期的不管是公寓来讲，或者说比较旧的华夏，都是一层两户或者是一层三户。像一层两户的房子，它其实很容易做到边间三面采光，对。可是你去马来西亚看，马来西亚算是新的房子为主，那台湾差不多有比较新的市容的地方，你看一下像淡水、林口或者是竹科，像这种地方它都是比较新大楼比较多，所以像这种地方来讲，它可能是一层有六户、八户、十二户这样子。像这种地方，大部分的房子都是两面采光或者是前后采光，比较能做到这样子啊，比较难去做到说什么边间三面采光，所以不要你在马来西亚就基本上找不太到这种产品，对，这是第一点啦。然后第二点来讲，其实台湾人喜欢朝南，算是一个我们从中国带来的习惯嘛。像中国的部分来讲，因为它冬天吹的是北风，所以你的落地窗、你的大门如果朝北，其实就会很冷，那东西向会很热嘛。所以大家在以前古老祖先的习惯，喜欢是坐北朝南，窗向东。可是马来西亚它是赤道国家，它其实朝北朝南，我觉得根本没什么差，就是不要朝西就好了。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在赤道国家，你如果是高楼层，你的房子的落地窗还朝西，我就觉得真的是会热死。对，那可是我觉得说比较特别的是，你说有一面朝西也不是说不好，像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说那种房子，如果它有后阳台，就是它侧后阳台或者是厕所那一面朝西，啊，我觉得又是加分。为什么？因为你的厕所跟后阳台就会很干燥很舒服。那我自己觉得啦，在马来西亚来讲，要买房子其实要注意的可能不会是它的朝向，或者是它的朝向要注意啊，不会是它的什么边间三面采光，不是，它这边其实要考量的部分是朝向，就是比较朝西，这是我的建议啦。啊，可是也不一定，因为台湾人其实蛮迷信的，
台湾的客户有些就是，哎，我就要潮汐的，怎么贼当向塞探基博郎塞，所以这是比较好玩的地方啦。像我觉得在马来西亚买房子，可能你要考量到的部分是建商啊、地点啊、价格、法规等等啊，这些可能是你反而要去认真去考虑到的一个地方。像以建商来讲，我会建议说，大家去马来西亚买房子，那建商盖的部分你要去挑大的建商，不是说上市柜的建商就一定安全，而是你要去看这间建商过去的一个作品，它的产品的一个工法，或者说它的品质盖的怎么样。那价格的部分，地点的部分来讲，当然也很重要，因为你去投资房地产，不管是你买来自己住也好，你是自产，或者说你要买来未来投资，其实我考量到对台湾人或者是香港的朋友来讲，你不是买个房子就是买了就这样放着，你其实买来的最终的目的是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你希望说把房子去卖掉，你希望是把房子卖掉，所以你要考量到地点，这个地点到底好不好，或者说这个地点适合哪种产品。像以槟城来讲，槟城跟吉隆坡有点不一样，吉隆坡双子星它周边是最贵的地方嘛，就是以财务金融区为主，所以像那种地方，其实我会建议说以中小坪数去看，可能两房左右会比较适合做投资。可是你考量到像吉隆坡或者是槟城，吉隆坡的使馆区也好，像槟城很多豪宅区靠近国际学校的，大部分其实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过来一起住，像这种地方其实你需要比较大间的户型，你需要比较大间的房子才会比较好去出租，才会比较好去脱手。对，所以你要去考量这个地点到底适合哪种产品，再去决定你的挑选原则。我觉得这是地点上的考量，不是说哪个地点一定不好，哪个地点一定好，不是。因为其实除了地点之外，你要看的下一个东西是价格。因为有些台湾的朋友或者是香港的朋友来去看马来西亚房地产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看这里的，对不起，这里的房价一坪可能才二十几万、三十万，而且又是十坪计价。按照台湾的算法，可能一坪只有十几万的，就觉得说哇，好便宜。可是不是，因为你买不买得起看总价，买不买的划算看单价，可是买不买的值得是要看你跟周边的价格比起来多少。我举个例子，很简单，今天你买一坪五十万的房子，你在新义计划区买一坪五十万的新房子，是不是很便宜？有几间买几间？可是，一坪五十万在淡水，太贵了。而且都是在台湾，都是在双北嘛，对啊，所以其实，不是看一坪几万很便宜，或者说很贵，不是，而是看它跟周边的单价的比较。我觉得主要是这点刚好是大部分人会比较考量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边是我要给台湾或者是香港的朋友的一些提醒。好，这个下次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做一个比较完整的 webinar， 就是把那些一条一条的列上来，就是做个投影简报给大家看，这样子。好，阿成，那个我们有一个朋友问哦，他刚有问哦，他说你们新的建案单价现在大约是多少？新的建案的单价大概是多少？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其实我们第二家园交流中心有比较不一样。我开一张图给大家参考一下好了，就是我分享个画面。好， okay. 你看到我先分享的画面吗，阿飞？有，看到了。你看一下我现在分享的一个画面哦，啊，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像你在我们的公司嘛，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不算是，我们不像中介公司啦，因为中介公司他们会可能有，可能只会设定说他只卖几个物件这样子，那可能就是 A B C D E 轮流在跑。那么第二家人交流中心，其实我们不是中介公司，也不太算是代销公司，我们比较像是。怎么讲，就是帮协助大家去办第二家园的一个机构这样子，然后跟官方再去合作，协助官方再推广。所以我们那时候像你，哎，你是几月加入我们的？十月。嗯，对啊，像我们那时候大概从六七月开始，其实香港的反送条例修订以来，我们其实在香港大概占了总6-70% 的申请量，所以我们本身第二家园交流的平台的聚客效应很强，所以很多建商都会来找我们，希望说我们一起配合来去帮他们推广他们的物件，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一块来讲，就是会比较跳脱以前中介的那种思维啦，就是我不是中介，那我这边你要选择的案子，我这边几乎都有，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客观，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你应该也知道我们的那个什么观光局那边的审核有多严格嘛，就是我们通常要接一个案子，那我们要去跟
观光局去提报一声，说，哎，我们可能会有跟这个案子合作到这样子，我们其实要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们才可以去往下一步去进行。所以相比较之下，我们这边的挑选的建商就是不能马虎，就是要选那种比较大、可信度比较高的建商。所以我们变成说很多案件都能去推广跟去介绍。那你问我喜欢哪一种案子不太准，因为我这边其实我喜欢住在海边，或者说住在森林、住在深山里面。那可是如果是以台湾的朋友来讲的话，以这边这几个案子啦，我发现台湾的朋友过来都是以投资为主要的考量。那投资的主要的考量来讲，当然有贵有便宜的，像雅思格之星，哎，我设别的颜色好了，我设红色。像以雅思格之星来讲，这个红色的地方，它的单价是大概63-64万台币左右一瓶，63-64。像 Conley 这个也是大概台币55万起，55，我花个55。对啊，然后像以这边来讲的话，像以 TRX 来讲，或者是中央公馆的单价大概是在50左右，这个 TRX 比较贵 ，TRX 在60左右。所以以单价来讲的话，你会发现说，哎，当然这边有比较便宜的，像以三明圈来讲，台币的单价大概是45万左右，因为他们整体组成的条件不同。以 KLCC 来讲的话，它的单价大体大概是台币45万到大概贵一点的70万都有。45万到70万，嗯，对。那你如果问我自己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说以台湾朋友的投资习惯，可能像中央公馆，或者是三明轩，或者是雅思格之星这几间比较符合台湾的朋友的考量，就是比较适合做投资的一个物件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来回去看到像槟城的来讲，我开一张槟城的图给大家看。好。我讲太快吗？目前我觉得都还 OK， 速度还可以。像以槟城来讲，那槟城它其实比较不一样嘛。槟城它这边的单价来讲，槟城这边的单价大概是1000马币 per square feet， 1000马币 per square feet， 折合成现在台币的单价来讲的话，大概是一瓶台币23到25万左右，就比吉隆坡市中心便宜超过一半的，对啊，像。我自己本身在槟城来讲的话了，我觉得可能只有这个案子 PICC 比较符合槟城人的投资习惯。投资习惯，如果是以住来讲的话，我自己觉得像阿里拉兔或者是这间十八 East 这两间都不错。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像因为我觉得买自住的案子哦，跟买投资的案子会有比较大的不同的考量。买自己住的案子是以自己住了爽，或者说好去出租为主。那这两个案件，阿里拉兔跟十八一，他们算是在附近啦的，不管是公社的维护，或者说交屋之后的质感，还有他们整体的一个维持的状况来讲，这两个案子都做得非常好，这两个案子的 management 都做得很好。那可是以像 PICC 来讲的部分来讲，它比较算是周边有重大发展在跑的一个案子，像它旁边附近就靠近高科技园区嘛，就是有那种 Intel。Intel 的中名叫什么？忘记了。英特尔、戴尔、三星、Bosch， 还有谁？反正很多了，很多很多那种的科技厂都在 PICC 附近。Intel， 所以它其实这边的案子来讲，它算是比较适合做投资的考量。然后而且还有很多重大的建设，像捷运的轨道等等。所以我觉得以台湾的朋友来讲，我自己观察哦。香港的朋友都是买这边为主，台湾的朋友都是买下面为主。哦、oh. ，对啊，所以这是两边会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哎、欸，那刚刚还有另外一个朋友问哦，他问是说，假设他今天如果在今天真的在马来西亚买房子了，他会有需要缴到什么关于税的问题吗？还是？税的部分，买房子要缴的税，其实在马来西亚买房子算是蛮单纯的啦。因为假设通常我会建议大家是以那个新成屋为主嘛，以新成屋来讲，很多像律师费啊等等的杂七杂八的费用，建商都会帮你去吸收。那如果是纯、哦、对，建商都会帮你吸收。马来西亚买房子其实税蛮简单的，就是你在交屋了之后会有一个分层地契印花税，大概占你房子的总价的 2.5-3.5% 左右。2.5-3.5%左右，对，主要是这笔项目而已。那你持有的项目的部分相对来说比跟台湾差不多，甚至比台湾便宜一点点这样子。
台湾有房屋税、地税等等嘛，那马来西亚的部分是门牌税跟地税。像门牌税一年的话，可能大概在1000块马币出头，可能大概7000块台币。然后地税可能更便宜，地税可能像一般的那种的那个电梯大楼来讲，一般的地税可能才几十块马币、100块马币，折台币大概是700块，所以算是比较便宜的。那卖房子的成本来讲，这个税的东西其实很多啊，下次我们也可以单独的再做一个主题来去跟大家介绍。那以卖房子的税来讲，台湾的税会比较重，像台湾现在有房地合一嘛，然后而且台湾还有就是比较大宗的就是那个土地增值税。马来西亚本身是没有土增税这件事情的，马来西亚本身只有的是资本利得税，就是有点像房地合一税，就是看你赚多少，然后课你的获利的一个集聚这样子。对，那它是有分两个集聚，一个是持有满五年跟未满五年，持有未满五年的部分是 30%， 持有满五年的话是 10%， 就是你的获利的 10%。 我举个例子，你买1000万卖1500万，你如果未满五年是扣150万，满五年的话是扣500万的10%，就是50万、可是这些的费用还是可以扣掉很多的一些项目了，包含说你的中介费啊、你的装潢的成本等等，所以它基本上大概要么就是扣大概5%上下，要么就是扣25%上下。Oh, OK， 对。哎，刚刚我又收到一个新的问题哈、哦，他说假设今天，因为你说大部分台湾朋友都是去投资比较多嘛，那他说万一他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房子需要出租的话，通常他们是要怎么去做管理？出租管理的部分呢？其实管理有分很多种，像我们公司比较 free 嘛，就是我们不会说特别要求客户一定要交给我们出租。那我觉得市场是自由开放的，像假设说今天你有房子，你希望交给当地你的朋友认识的或者说亲戚帮你管理也可以，你想要找中介公司帮你管理也可以，你想要找当地的公司帮你管理也可以，甚至你要找我们第二家人交流中心帮你管理也可以。可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觉得最单纯的方法是找那种建商有在帮你做统一管理的案子。因为其实建商管理统一管理的部分来讲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建商他会帮你整体的社区的租金去维持住，因为整批整批都是他们的，所以其实他们在租金的坚持上会比较好，就是这是第一点啦。然后第二点是有些像案子有代租代管或者说包租的部分来讲的话，像可能雅思哥好了，他 前三年是帮你包租，保证前三年每年 6% 嘛，后面第四年到第七年的部分就是由建商他们委托的雅思哥营运管理来去帮你去营运跟管理，就是直接去分润这样子。我觉得像这种案子蛮方便的，像刚才有提到嘛，像 PICC 为什么很多台湾的朋友选，主要的部分也是因为像 PICC 它也是有它的建商管理的 Hansa Care 的部分，就是建商帮你做统一的管理跟收租这样子，那这种其实也会比较单纯跟方便。 OK， 然后呢刚刚有一位朋友问到是说，之前像在新山是不是有所谓什么烂尾楼这种事件发生，那要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烂尾楼，其实马来西亚的，我觉得新山的那个问题的朋友，他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啦。以新山的状况来讲，其实这几年其实马来西亚它本身比较不会有烂尾楼的情形发生，因为政府在控管这方面的怎么讲，政府在这方面的控管蛮严格的。像在马来西亚的话，你房子的付款的期程是按照工程的期程去付款，就是盖到哪边付到哪边。那他没有办法去跟你超收款项嘛，所以就基本上建商跑掉他拿不到钱，他盖好给你他才能拿得到钱，所以现在建商基本上不会跑掉，他只会盖很烂品质的房子给你啊。对，所以新山大部分碰到的问题是他有大部分建商，不能讲大部分了，有一小部分新山的建商，尤其是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在网络上公开的讲哦，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私下再问这样子。就是有些建商他们相比较之下，可能法规规定的粪管要看到我的手要那么粗，他可能盖出来就是这么粗，所以就是变成说会有一些盖好了之后的一些交屋之后的问题啦。所以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问题，我觉得最主要的部分是去挑选就是信誉比较好的建商，就是马来西亚本地或者说那些看他们之前的作品这样子，不要去买那种一案建商的建案，会可能比较吃亏这样子啊。所以
只要大家有看到什么样的建商，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其实都可以直接来问我们的阿成，好不好？都可以直接来问我们阿成。好，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继续的发问哦，在脸书或者是在论里面都可以直接的发问。好，那阿成，你有没有想要补充哪些重点给大家的？其实还好，可是我蛮好奇的，像阿飞你这个年纪来讲，你有考量过要买房子吗？就是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马来西亚。哦，当然有啊，当然会。我之前啊，应该是说之前我爸他有问过我，他说：“哎，阿飞，你在那个公司那么久，你怎么马来西亚那边那个房子好值得投资吗？”他问过我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就其实我反问他一个问题，我是说啊，假设爸爸，如果你今天真的要买一间房子的话，你会看哪一些重点？那你爸爸看什么重点？他告诉我，他告诉我说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地点嘛，对不对？地点是不是交通是不是发达？哦，方不方便？哦，说附近是不是有什么超市或大之类的？那再来就是附近有没有什么学校？如果说今天你是我小朋友的话，他会考量的主要是这些点。那他就问我说，那如果说今天是在马来西亚买房子的话，这些我们想要的条件是不是都能够符合这样子？那如果说这些条件都符合，那大概我们一平单价大概多少可以买得到？看你啦，就是你，我不知道你们现金够不够，我才是够的啦。假如说现金不够的话，我这边会比较建议的方式是这样子。你现在是住跟爸妈一起住吗？不是？哦，对啊，对啊，对啊。像以你们的房子，假设说去增贷好了，嗯，像在台湾怎么讲？通常啦，如果是直接现金购买，我不见得说会那么就看大家的想法啦。那我们这边碰到比较多的问题是，像不管是香港或者是台湾的朋友，大部分可能是前阶段的现金不见得说一次有办法拿出那么多来。那问我说在马来西亚贷款好不好？那我自己通常会建议他们这样子去做，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贷款是的利率啦是 4.5% 左右 ,4.5-4.3%。在马来西亚做定存的利率大概是 3.5-4% 左右，在台湾做增贷的那个利率是大概 1.5-1.6% 左右。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既然在台湾这边贷款，对，你既然是台湾的投资者，其实你要善用台湾的优势。台湾本身的优势就是你去借钱的利息真他妈有够低的，对不起，台湾借钱的利息真的很低。所以我这边会建议说，用你自己本身的资产去做增贷，然后大概 1.5-1.6% 嘛。那好啦，就算你今天不买房子也好，马来西亚的定存刚才我跟你讲是几趴？ 3.5-4% 左右，对。而且现在马币对台币算是历史的低点这样子，所以假设说手边有闲钱，那我觉得说用这种的操作来去可以去操作一下这样子，对大家都比较好，就是对投资的部分来讲比较好。哎，可是我阿飞，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因为我记得你当初有去那个马来西亚念过语言学校吗？还是你是念语言学校吗？还是不是？哦，对啊，对啊，是啊。你当初怎么会想说去马来西亚念书？当初哦，因为呢，我就想说去那边学个英文，是不是会比较好？而且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它距离台湾比较近嘛，哦，坐飞机过去很快，不用到什么英国或美国那种太远了。那再来就是，马来西亚的物价相比之下真的好便宜啊，我在那边真的只要上学，然后每天去吃什么很多好吃的，其实都比台北便宜。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哦，来马来西亚念这个语言学校非常好。再来就是它有很多的国际的学生哦，不管说是澳洲人啊，或者是印度人啊，欧洲人或者是中东人，其实他们都有。那我觉得在文化的这个差异上，其实你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你在进步语的时候也会比较快，也可以还需要其他的语言，这是我觉得好的地方啦。不错啦，其实我觉得去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这边去念这样子。那飞，你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们观众朋友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来，我来看一下哈。哦，我刚好看到一个。他说他之前有听别人说，新山不错，那你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新山？
我觉得新三的部分来讲的话，新三其实我自己的观点啦，就我纯属个人观点哦，我觉得新三不太适合做投资的考量。新三之所以不适合做投资考量的部分是，我觉得供给太大了，就是新三盖的房子，正常马来西亚的社区可能是一个社区盖出来500户800户，新三一次盖的社区是2000户3000户5000户，对，所以我觉得它第一点是他们的供给有点大大的多于它的需求量。然后新三它其实比较适合的规划是这样子，就是小朋友，因为新三它毕竟物价比槟城再便宜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说以新三的部分来讲的话，假设说像香港的朋友他们是想要把小朋友送来马来西亚念国际学校念书来讲，那我觉得新三它可以去考量。然后新三的优势是它还有一个吉隆坡的不是吉隆坡，新加坡的 factor， 所以它可以在新三念书，然后再有一些新加坡的因素，然后可能小朋友再送到新加坡念大学之类的，啊，我觉得这是一条不错的发展的方向啦，就是可以往这方面去考量这样子。那就以纯投资我觉得不太适合，如果是自住或者说有朋友亲戚学校啊在那边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考量看看这样子。哦、oh, ，OK， 好，那我们谢谢阿成的回答哈、哦。那我的时间其实已经差不多了。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好、哦，麻烦直接在我们的问答那边留言，好、哦，或者是你不方便问，可以直接在我们脸书上私讯我们，好、哦，把你的问题留下来告诉我们，那我们呢会一一的回复给你。那最后呢，哦，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投资马来西亚房地产该注意什么？如果你有关于房地产的任何一些资讯想要询问阿成的话，都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然后最后我们就今天的主题就到这边结束、哦、好好，谢谢阿飞，谢谢阿成。下次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或是想要了解什么主题，也欢迎在我们的脸书的粉丝团、哦、留言给我们，你想要听到什么样子的主题，或者是你想要问哪些议题、哦、都可以告诉我们。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